礼佛祖改成双手合十礼敬，遇佛不忘防疫。板桥静思堂遇佛现场还贴上区块提醒安全距离。规模小嘛，人员也限制，为了防疫的这个问题，我们要配合。虽然是第一次的这样的尝试，那我以我个人的感觉，是非常非常的庄严。除了小规模，也分成两梯次浴佛，减少人群接触。善行浴佛队伍最前方特地用莲花布置，象征莲池海会。队伍中更从园区搬来绿色盆栽点缀，即使一切简单，却不失庄严。因为我们是用现有的那个材料，不要再去花费这些钱财。那我们板桥园区的很多的那个植物非常的丰沛。那我们就以现成的花艺来做材料来做布置，把握如来出世大因缘，小而美的浴佛活动。防疫非常时期，依旧用虔诚心念，以感恩的胸襟，生生祈愿上达诸佛厅。大爱新闻林国兴、余国维台北报道。